云蔚参见太后，起来吧。谢太后，这么晚了，你还过来？太后，范闲进京了，是思南伯养在儋州的那个孩子。我生下婉儿之后，便把她送出宫去，心里一直觉得亏欠。 总想为他觅得佳婿，这范闲无名无才，偏僻之地的乡野之徒，如何配得上婉儿？所以你，我不想婉儿嫁他。这么说，长公主不愿意？哼哼，没错，一开始她就不乐意。那就完了，丈母娘都不同意这婚事成不了。你娶林婉儿的事儿，她管不了。当娘的管不了，皇室一族何时由得清廷做主？ 你想阻止范闲娶婉儿，请太后做主。长公主，洪公公，对不住了。 后宫的事，只有圣上一人能做定夺。你喜不喜欢，没人在乎。这一巴掌是提醒你，要守住分寸。是。